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atherine， 欢迎回到我频道。那我们今天呢来继续玩明星之恋三，我们就来继续吧。我们先看一下，我们先看克里斯有什么话要说好了，因为他就早两个星期了。最近阿玉的学业工作是不是很忙，比较少看到他来找我了。关于他的事情你应该比我清楚不是吗？原本是如此，但我最近跟他断了联络，打电话找不到人，等他来探包等不着。哦，不是吧，安玉，你又耍失踪了？可能是他在躲你吧。为什么？以我对安玉的观察，他比任何人都在意你的事业，现在因为他的关系引起其他歌迷的抗议，他一定感到很愧疚，愧疚到不敢来见你。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而已。对啊，为什么在意媒体或其他人的想法？我早说过这事情与我无关。安玉并不是一个胆小懦弱的女孩，他心里想的也只是为了你好而已，你不要太激动，笑人家女孩子。这件事情我会慎重处理，谢谢你的提醒。好吧，那我们的少主呢？可惜不用讲了，合约要到期了，我们跟少主续约一下好了。我知道了，要签约就来吧。最近我对自己的表现很满意，不但达到原本设定的目标，工作一天比一天步上轨道。这种称心如意的生活再多过几天也不赖，对吧？哇，签约金10万而已，分红20%，少主真的是太好了。好吧，那我们就接咯，目标成为综艺大哥大实力派演员。好，接一下吧。少主真的是超棒的，越来越好了，而且呢分红低，签约金又更低，真的是有个义气的。好，那我们要跟随谁呢？广告公司换新通告了，可是我们艺人我感觉大家都没有空啊，每个人都超级忙碌的。沙雪没有说很忙碌，可是呢沙雪好像其实我有点想要把我们的这个拍出来啊，电视剧，因为沙雪好像需要拍一个电视剧嘛，才能进行他的一些剧情。那我想让沙雪演这个女主角，体能不够，男主角呢可能给克列斯，因为少主没空。然后男配角呢，对吧，不能选别人吗？只能选我们自己吗？不知道了。好，这个先想一下咯，我们沙雪下练一下体能，如果不行的话呢我们就只好去外面接了。我们沙雪先练体能咯，体能动感，然后舞蹈，那我们就各跟随吧。跟随好，这样各跟随一天，然后我们还要去找陆凌之，我们还要去看一下全球制片。我想看一下那个《笑傲天际》那个通告，除了男主角之外呢，想确认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岗位可以接。好，这样吧，好，我们出发喽。我感觉啊，小包沙水办一个大型演唱会啊。好，不知道。新名沙雪满分演出，中心演唱会出奇招，演出大全跟歌迷嗨翻天。对啊，我在想要不要沙雪接一个大型演唱会。你好啊，大经纪人，可能耽误你几分钟时间做简单访问吗？我们没什么消息可以提供。我真的没有什么找到消息可以提供给你当头版炒作话题，不用问了。我不是来挖小道消息的，我是想问你对于威尔的合作案你有什么看法，一定会积极争取合作，这是晋升国际级公司最快的方式，无论如何我都会争取到合作案的。所以你主要只想成为国际级的大公司吗？没错，我一定会让四季娱乐在国际上崭露头角的。如果四季娱乐的实力够，不需要跟威尔合作就已经引起国际注意的话，那你还会考虑跟威尔合作吗？无论如何一定会合作到底的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我想威尔一定也会乐意跟我合作的。什么？所以只要司机娱乐实力够，你就不用考虑是否要跟威尔合作了吗？你的问法你怪怪的，我意思是说到时候威尔应该也是想要选我当合作伙伴吧，所以是立场互换咯。原本是威尔考虑是否选你当合作伙伴，但是只要你实力够的话，就变成是你来看威尔是否自跟你合作吗？故意的。两家公司要能够合作，互相选择是一定要的，这无关乎实力或公司大小的问题，最重要的是双方的合作意愿。所以到时候威尔不选你的话也无所谓咯。
如果真的有那个本事，威尔却没有选择我当合作伙伴的话，那只能就是威尔损失了。哎呀，故意的，故意的。啊，我突然想到啊，我不能跟随，因为我要去办事情。好，我要读取了，等一下晚上回来。好，我来到全球制片咯。那我刚刚呢，已经跟记者讲了话了。哇，下雪了，纽约，纽约，太好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吧，王瑞恩，闲聊。王导演，有件事想请教一下，你把我爸爸弄去哪里了？父亲出国之旅的行程是你安排的吗？关于这件事，在经费方面的确是我向公司申请全额补助的。那你知道父亲现在人在哪里吗？很抱歉，这点我答应过金大侠了。为了可以让你专心发展事业，金大侠并不打算让你知道他行踪。可是老爸的身体，我可以向你保证，金大侠一定会获得全球最顶级的医疗照顾的。毕竟我也很期待能够跟金大侠再次合作，不只是身为影迷的期望，为公司长远利益着想，金大侠的健康状态我们是非常重视的。那老爸有说他什么时候回来吗？关于这点，金大侠他并没有说得非常清楚。他似乎隐约提到，回到最初之时就是再会之日。回到最初之时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指的是 SD 回归吗？详细的意思我并不了解，大侠的行事风格不是一般人能懂的。但是我知道金大侠对两件事非常介意，是哪两件事呢？一个是 SD 出走的事，二是大侠突然病发，使得威尔突然终止合作计划一事。唉，对啊，可能争取到跟威尔合作，老爸就回来了吧。也许吧，但无论如何，现在最重要的是祝福金大侠能早日康复。其实我觉得老爸干那么在乎 SD 啊， SD 走就走啦，是不是？男配角，男配角就不接咯，因为我们的克里斯也蛮忙的，可能之后想帮克里斯弄一下他的认证了。陆枫哎，感觉好久没有看到他了。好，那我们走咯。喜剧娱乐摆架子，态度高傲，金城武不在乎威尔国际，就知道那个谁记者不怀好意啊。好，我们去酒馆找他哦，找他算账去。记者，上次专访怎么回事？叫我暴毒家吗？你怎么可以扭曲我的意思？我从来没有说过我不把威尔放在眼里这种话哦。我知道你没说过，不过我写报道是看钱不看狼心的，你忘了吗？说他给你多少钱，我给你双倍。是贺总叫你故意陷害我的。当然，除了他，还有谁会这样乱花钱？贺总真的很过分啊！之前刚说他不会动小手脚的，可恶，这次又被他暗算了。你一定要再写一篇报道，说之前报道是假的。媒体不能这样搞的，要是我承认我做假报道，那杂志社就要倒了，所以我不能答应你。那贺总给你多少，我也给你多少，总之你要帮我消毒啦。用媒体消，媒体放毒是不可能的。不过我也不是真的那么没有良心啦，如果你可以自己去跟威尔代表澄清的话，或许因祸得福哦。这跟你有没有良心有什么关系？威尔代表上哪找啊？去美国吗？这个消息我本来想卖钱的，不过这次算我做好事积阴德，所以免费送你了。据可靠消息来源指出，威尔公司的总公司已经有派代表来国内了。你要怎么找到威尔代表呢？听说威尔代表非常喜欢电影。没了，就这样没了。这算什么情报吗？有说跟没说一样。动动你脑筋吧，要得到线索已经很不容易了，更别说是完整的线索，你要求太高了。好吧，只能大海捞针看看了。喜欢看电影，所以是喜在电影院吗？谈恋爱，桑姆利主不是已经美了吗？陆桑恋终结，原因浮出台面，这不是很久前事情吗？好，我们去找一下，威尔了。哎，桑恋真有的数了，可桑恋没空。我们去电影院找那个威尔代表。陆枫是你？哇，你旁边谁啊？这么靠变心了？
我们家传的秘方虽然贵，但一分钱一分货。你确定吗？那我爸爸怎么心脏病发了？可恶！还跟林香私会，我要告诉何贝。逛一圈，没有，那我们去楼下电影院咯。旁边海报谁？提心吊胆，我们的何贝，左边呢？刚刚没有看到。哇，这个穿功夫装的人，穿上功夫装的，你谁啊？你好，我是 CG 娱乐金城武，请问你是威尔代表吗？威尔总裁啊，你会来找我？你不是不把我们威尔放在眼里的吗？总裁亲自来啊，这完全是一场误会，我并没有那样的意思。能找到我也算不容易，我就姑且相信你好了。毕竟在这个圈子做假消息、炒新闻都是很常见的事，也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，是吗？真是太好了。不过以你的条件，想跟威尔合作还差得很远，有没有出名或许一点差别也没有。可是我感觉我没有很差。好，我们选这个吧，我一定会尽全力争取跟威尔合作。还有时间是吗？现在说这些还太早，我一定会让威尔看上我们 CG 娱乐的。真有志气啊，如果连这点志气都没有，我要怎么承担一整间公司的重责大任？说得好啊，陈武，很好，那就是让我拭目以待吧。你之后如果表现不错的话，我会主动找你，给你一些指引的。好好加油吧，想过我这关没那么容易的。好吧，太好了，至少我们沉浸表演了。少主点，要梨花方若琪。哇，少主的海报都被我们家里人包了，左边少主，右边河北，纽约纽约，星云下雪，袁绍伟领衔主演。好，那走了。团员乐坛排戏过程 B&B 星座纽约纽约备受瞩目，好笑、哦、好，我们今天去商店街看一下。柯妍希找你谈过了吗？嗯，他来找过我。他怎么说？他没说什么，只叫我不用担心，其他就什么都没说了。果然很有柯妍希的风格。虽然柯妍希想安慰我，但是我怎能不担心？去了那场舞会之后，我更体会到一件事：我跟柯妍希属于两个不同世界的人，他的身份地位永远不是我这种普通人能够想象的。以前我还想跟柯妍希做朋友，真是太天真了。又来了，如果换了一个时间空间，我们两个根本连说话机会都没有。他拥有高高在上的贵族血统，我只是一个没有才能连进演艺圈都有问题的女孩，可是他喜欢你啊。柯妍希为什么选择我当他朋友，甚至成为他的舞伴？我根本就没有资格留在他的身边，不是吗？从一开始我就把这一切想得太轻松简单了，以为可以用个隐秘的身份守护在柯妍希的身旁，却不去想想看我们之间的差异有多大，甚至还自以为是的教训他。我真是太傻了。你的确很傻啊，都到这个地步你还想那么多。你为什么要这么想？柯妍希就是喜欢这样单纯你，也喜欢你毫不畏惧他全身的勇气。不是这样的，那时的我实在太傻了，不知道天高地厚，哪位柯妍希会生我的气。唉，这段关系就到此结束吧，不能这么下去了。看安宇受了很大打击，只简单的安慰无法挽回他的信心，还是回去跟柯妍希重长记忆吧。真受不了安宇啊。啊，算了，小熊来了，星云下雪有一点忙碌啊，下次吧，下次吧。好，我知道，每个人都有话要讲。等一下，少主的事情没得问了。我可以问，幸好。好，我们现在排行程了。我们的沙雪呢，首映会拍一下，然后训练他的体能跟动感。那我们的少主呢，休息，然后妙手飘香，然后纽约纽约。何贝呢，去拍双模吧。柯妍希呢？我看一下哦，先拍这个好了。
算了，先把这拍完好了。嗯，好，这样子，然后休息，练他的口才，口才怎么这么低啊？练老半天还是这么低，说话技巧，然后休息。我在想，是不是你给我拍这个啊？可是男主角的话，给克里斯吗？他动感体能都不够啊。哦，所以动感体能不够就要跳舞。可以选别人吗？如果不行的话呢，我们就要帮沙雪去看电视公司的通告了。对啊，可能要去看外面了。你感觉那个卧虎藏龙好像人选不能用外面的人是吗？应该可以吧？不行吗？对啊，不行啊！有没有想说，如果说我们沙雪需要拍电视剧才能触发他的某个剧情的话，我们自己拍就好了。可是人设有点难定啊。对啊，因为何贝也不能拍女配角，动感体能都不够，然后不能外找吗？奇怪，为什么不能外找？好，算了，那我们去看外面好了。我们去看永健跟 Susan 好了。那我们就我们跟随这样，然后呢去看通告什么的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吧。我想问一下少主发什么事情了。少主，上次看到你跟严浩吵架，发什么事了？没什么，别骗我了，如果不是很严重的事情，严浩也不会用这种态度跟你说话。真的没什么，就是一些我父亲的事情，虽然我已经答应过不再插手，但一些老部下找我商量的事情，我总不能不理不睬吧。而且是谁害我父亲过世，我的确很在意。你连父亲的死因都不晓得吗？当然晓得，只是不知道是谁下的手。你别把我当笨蛋，生气了。这固然不是我能理解的事情。所以你现在正追查父亲的死因，大概就是这样吧。所以现在有两批人马看我不顺眼，一批就是被我列为嫌疑犯的人，另外一批就是现在的当权者，两边都想把我扯下来，感觉好危险啊。少主，你还笑这么开心，真是精彩不是吗？我忽然可以理解严浩为什么会这么紧张了。既然你也知道自己的危险，就要小心点，不论言行都要谨慎。不，他们居然是冲着我来，更要让他们知道我技高一筹。忍了这么久，终于有一展长才的机会，蹲在演艺圈这么久，差点蹲成萝卜了。哼，很抱歉害你变成萝卜，你的长才应该是演艺工作啦。这不是属于你可以管的领域，你就当做没听到就好了。有点担心他们，希望没事。好，那么今天就到这里，希望大家喜欢这影片，如果喜欢记得帮忙一个赞分享留言，还有不要忘记订阅支持最新消息哦。感谢收看，拜拜。